大家好，普隆，大家好，打给后，我是今天的这个草地音乐会的主持人，我叫阿洛。如果有听过我的人，可以掌声一下吗？谢谢。我是来自于这个台东长大、花莲出生的阿美族哈，绑架。然后呢，今天很高兴哦，大家有没有看到我们的背后是山？有吗？非常美丽。我们的前面是海，所以呢，台东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一个音乐节，草地的音乐节，所以每一个人坐在我们现在的草地上，都是我们很希望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跟大家共度一个依山然后傍水的这个草地音乐节。今天草地音乐节非常特别，因为我们呢，今天草地音乐节是一个大自然的音乐节，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主题哦。第一个，我们刚才有没有看到我们的嘎更乐团？他们其实我们的主题一呢，就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环境呢，就是一个可以呼吸的环境，就是一个连草都可以跟你一起呼吸的环境，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响应环保的。所以今天的草地音乐会也是环保之夜。我们刚才看到嘎更乐团，其实有很多的台东的人都知道，那有很多国际的人都很知道。我们刚才讲说，他们是得到了今年的这个世界的那个鼓王的首奖哦，第一名的意思。那他们用的器材呢，那就是取自于我们阿美族传统的老人家的智慧。那个刚才叮叮咚咚那个声音呢，我们就叫嘎更。那这个是一个非常优秀，能够再去发扬光大的一个传统的打击的乐器，而且它是非常非常环保的。所以我们说今天是一个环保之夜，我们今天也是一个公益之夜。因为呢，草地音乐节呢，我们也希望可以结合很多的公益团体。今天在现场呢，我们有看到很多台东家福中心，是不是？台东家福中心的那个小朋友是吗？可以举手吗？在哪里？没有吗？台东家福中心在哪里？在前面吗？好，大家给他们掌声一下。这是我们台东家福中心的小朋友来。我们也希望呢，这次的草地音乐节，我们有看到环保，我们也看到更多的关怀，我们关心，我们也热爱我们自己的台东的朋友们，多家福中心的小朋友一起来。当然，今天呢，草地音乐节的第三大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你们知道今天有哪一些歌手要来吗？不知道吗？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给我一下那个吗？我们今天要赠品的那个环保袋是不是？有吗？有奖征答可以吗？你们愿意前仆后继的举手吗？为了画面好看哦，哈。今天呢，我们有怎么样的歌手？有一个歌手啊，他曾经啊，他今年呢得到那个金钟奖。曾经呢唱过一首歌，最有名的歌呢叫做《心事叉叉叉》，然后啊，没有，然后呢，他人呢是真正的台东人，所以他有一首很有名的歌叫做《来去叉叉》，这样有没有很明显？有了吗？那你们答应我，等一下我说一二三的时候，你们全部都要举手哦，好不好？可以吗？因为为了画面好看，我们很多人要拍照哈。我要赠送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说我们今天是什么？环保什么？对，环保之夜。所以呢，我要送给大家一个环保袋。环保袋就是希望大家以后呢，你们到任何台东非常漂亮的地方的时候，尤其是到我们这个你知道都立游客中心的时候，你们可以你知道举手之劳就环保，带好你的环保袋，不要乱丢垃圾，这样的意思。那我们当然赠送，这个是非常漂亮的环保袋，有没有很法凶？有没有？请问心事叉叉叉，来去叉叉，今年的金钟奖得主也是我们今天的金曲贵宾哦，他的名字叫做什么？请举手。我们就最喜欢看到这种画面了啦。来，手伸直，手伸直，我一定要给那个你知道很诚恳的人一个机会。好，最后面那个已经在跳起来，我看到你了，黑色衣服的。正确答案，来跟掌声鼓励，恭喜你！你真的不要乱丢垃圾呢。那个不算，我们关注了，不算。第二题，我们今天有一个贵宾哦，他也在现场，他呢也是金曲哦，他也是金马。这样有人慢慢的知道了吗？然后他呢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别在都兰的土地
说叉叉，怎么会这样的言语？哎，有一点点知道吗？有吗？哈，拜托，他也很红哎，红到一个乱七八糟。他今年有入围金马奖的最佳的电影配乐，是不是很厉害？我们台东人，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什么？请举手。哎，你们假装举手一下吧，为了画面好看，我就会帮你们的，好不好？举手一下，有没有？好，先放下，先放下，先休息一下。我们先赠送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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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要照相这样子。等一下，好，不要丢了这哦哈。好，然后来，所以哎，我们今天有外县市来的人吗？请举手。外县市哦，那个台东的不要乱举手。外县市的哦，有没有举手一下？好，欢迎你们，你们觉得这个地方漂不漂亮？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都立什么？好，不简单，你又大声讲。好，我刚才讲的那个金曲的那个歌手的名字，我们给外县市的朋友一个机会，好不好？他的名字叫什么？请举手。外县市谁？你们真的会吗，小朋友？会啊。好，我要投那个粉红色的小妹妹，你用风音那个，大声，你要很大声讲给我听，北气。苏米恩，苏米恩，苏米恩有四声。好，啊，赶快出来啊！你要领奖呢。好，好，我们刚才讲的时候，我们今天是环保之夜，我们今天也是公益之夜，我们当然也是金曲之夜。我们待会呢会非常非常多好听的金曲歌手，我们讲苏米恩，那我也有邀请到林文。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到我们刚才听到的沈文成大哥，是我们今天的最经典压轴。咦，他自己拿上来唱呢，怎么那么可爱？好，哎，亲人帮他拍照一张啊，拜托，他自己拿上来应该很辛苦。耶，谢谢你，沙梅子对不对？对，好，谢谢你哦，好。好，我们待会会陆陆续续送给大家环保袋，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好不好？再跟我大声说一次，这个地点叫做有没有很美丽？有没有很漂亮？是不是？所以呢，希望我们这个好山好水好风景好用心的这个主办单位东莞处，还有我们的协办单位外交部都可以，交通部哈，都可以的用心都可以被很多人看得见。那么我们呢，今天呢，我们刚才是我们现场，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主办单位还有承办人员哦，那很辛苦哦，规划一整天的活动。那么我们今天现场，我们也邀请一下我们的家福中心的李督导，是不是？李督导在上海。